將我哋嘅文化欣賞融入去醫學教育。其實點解有呢件事呢？我可以歸納為幾個重點嘅，所以我相信透過好呢一個小心嘅觀察、觸摸咧一啲事物咧，可以增加我哋嘅診斷嘅。所以我相信亦都咁嘅緣故咧，透過呢一個認識觀賞鑑別文物咧，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。當你明白到嗰件物件嗰、那個形態啦、那個題材啦、以至嘅物料咧，可以幫你增加呢方面嘅觀察。咁我哋希望咧，從呢啲咁嘅觀察、欣賞文物咧，嚟到令到我哋將來醫科生咧喺臨床應用嗰方面咧，都提升佢哋嗰個觀察力。